好几个月工资都没发了，店日子咋过呀？那东团长不是出去拉赞助了吗？又添的赞助，又出现点小问题，咋？你生活了起来了？苏梅，这是暂时的，你是团里的大主演，这你得有信心。你要没有信心，那这个团他都支撑不下去。我回来。 不代表我就要留下。这戏都唱不成了，这训练孩子干啥呀？你喊俺啥？一个训拳师。二班子滑剑拍到他的头，当时买手给宰俺了。托他家母多少钱生钱了？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活。你那不是一个婚纱摄影师？你，二。我这是巡斗级的老师。 这斗鸡大赛一过，这鸡应该可都不值俩，你咋开个价呢？我不买，今天不是斗鸡大赛马上开始吗？奖金20000。操心！我的命运是靠自己勤学苦练得来的。你个王八蛋！你别着急，上俺地方待着，上俺地方待着。 跟您的小情人一块去上海，我没有空间呢。老婆不待见了吧？连个正常的夫妻生活你都过不了，俺教你一套祖传内家功。